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太阳的亮一群。然后现在呢，我在一家弄头发的店，期待一下今天我的发型会是什么样子。还是修的蛮多的。我今天搞的颜色呢，就是红橘带点咖啡的这种感觉。然后刚刚姐姐给我吹的有点圆，还行吗，各位？然后明天我要练团了，我们明天见。是的，我现在呢在练习室。今天呢，我们会在练习室练习，待会儿会有我的神秘嘉宾一起，给你们看一些我练的过程吧。希望15号赶紧到来，然后好好的在舞台上耍一耍，与喜欢我的大家见面。Hello， 各位晚上好。现在呢，就是要来干大事，那就是来到这次见面会的粉丝朋友们都能拥有我一张亲手签的海报邮。我要去看一下粉丝给做的小应援。你知道那上面写了啥？我写了玩得开心 ，Have fun， 写了我的英文、中文与泰文名字。OK。新加坡，哇哦，大力马加西 ，and welcome。是的，我现在已经在后台了，准备要上舞台了，现在特别的紧张。刚刚本来不紧张的，现在紧张了，怎么办？今天没有用到我的麦，因为我的麦有一些问题，所以有点可惜，但也没有关系。希望大家能开心的玩，我今天我也会开心的玩的，嗯。人生在泰国的第一场见面会，很高兴见到你们。
得我没有必要说那么多，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都知道这条路我是怎么过来的，因为你们一直都是陪着我的嘛，对吧？